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这是我办的第五次年度演讲，现场呢来了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正在观看直播，再一次欢迎大家。3月28号呢，小米SU7正式发布，热度呢远超想象，一夜之间呢就成了现象级的爆品。过去的3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每天都像在梦里一样。回顾过去1000多个日日夜夜，小米汽车发生了太多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小米造车呢源于一个意外，那是在2021年的1月15号，早上7点多钟，我在上班的路上，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雷总，你们被美国制裁了。”那一下子有如晴天霹雳，我马上就懵了。我们很快呢就召开了紧急的董事会，商量如何应对。就在这个董事会上，有一个董事问：假如你们手机不能做了，你们3-4万人怎么办？对呀，假如我们手机不能做了，我们3-4万人怎么办呢？有一个董事就建议我说：你们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造车？当天下午，我们第一次认真讨论造车，几乎所有的高管都支持。我呢，觉得造车风险太大，我们还是认真的做个调研吧。于是呢，我们组成了一个6个人的调研组，70多天的时间里面，马不停蹄去了10多个城市，有时候早晨去，晚上回来，风尘仆仆的。我们调研了85场，面访了200多人，这中间呢还开了4次高管会。在调研的过程中呢，有2位好朋友一致力劝我造车，就是李斌和何小鹏。说实话，我在写这个 PPT 时，我都在想，他们俩劝我造车，对他们俩有啥好处？他们难道不怕汽车行业又多了一个友商吗？我一直在想，也许他们就是单纯的为我好，为小米好。所以随着调研的不断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受到，智能电动车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所以在3月24号给董事会的汇报之中，我是这么讲的，我说呢，智能电动汽车大势所趋，而且呢，汽车行业正在和消费电子行业相结合、相融合，我觉得小米必须干。同时，我也表达了我的担心，汽车行业会不会跟手机一样赢家通吃，最后全球可能只能活下去5到8家，如果我们不能干到全球前5，有可能我们就活不下去。所以如果我们要造车的话，首先要有长期打算，其次一定要奔着全球前5去。这就意味着要准备烧很多的钱，我们当时的观点认为最少需要100亿美元。董事们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说支持造车。
但是呢，由于投入实在过大，雷军本人呢必须带队亲自干。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董事会会有这样的要求。在之后的几天的时间里面，我每天都在天人交战中度过。那个时候的小米正处在多事之秋，当时呢，我们上市两年半，整个公司呢正处在从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型之中，特别特别的痛苦。而且呢，我们手机的高端化呢刚刚开始，千头万绪。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位培养多年、寄予厚望的年轻高管呢离职了，给我当头一棒。他呢就是周寿之。我还是送上了非常美好的祝福，虽然呢心中有万般的不舍。我们就处在这个多事之秋，这些事情全部交杂在一起，在我内心呢乱成了一团麻。而就在这个时刻呢，我要思考我们到底要不要造车，我自己要不要带队造车，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在每一个深夜，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决定大干一场。第二天早晨醒来，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又迷茫了。我反复的在问自己，创业这么苦，我真的还要从头再干一遍吗？而且风险这么大，万一输了呢？我这辈子就这么灰溜溜的收场吗？还有，我真的有足够的体力、精力杀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吗？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思来想去，想了整整一个星期，特别特别的煎熬。3月30号呢，我正式回复了董事会。如果这件事情小米必须干，如果大家觉得我合适，为了小米，我愿意挺身而出。这不是的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70多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我的心中只有7个字：虽千万人，吾往矣。纵使面对千万人的质疑和阻拦，我也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当天我们就正式公告了，小米下场造车，雷军带队，10年内全资投入100亿美金。小米造车100亿美元，这几个消息震撼了全行业。当天晚上我们举办了发布会。其实那天呢，我状态特别特别不好，重感冒，嗓子几乎都说不出话来。在台上，我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当时，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创业项目，我愿意押上一生全部的声誉和成就，为小米汽车而战。”当时的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直播屏幕上、弹幕上全是干翻特斯拉。
那一刻百感交集。那天晚上是我们小米的不眠之夜，也是汽车行业的不眠之夜。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最打动我的一条呢，是凌晨早晨5点，我收到了一个同事的信息，他叫刘安玉，是小米早期的创业者，37号员工。他从小就痴迷汽车，以为这辈子跟汽车无缘了。他业余时间自己传了一辆大房车来过雨。那天呢，他正好在广州出差，看了我们自己的直播发布会以后激动不已，当即拉着几个同事到珠江边喝酒，喝完以后还觉得不尽兴，又在江边走了整整一晚。到了凌晨5点，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个机会他一定不能错过。他就给我发了条信息，只要让他参与，干什么都行。那一夜彻夜难眠的还有很多很多人，比如李田园。他当时呢在宝马德国总部负责 iX 这辆车的设计，他算是在欧洲混得很不错的中国设计师。小米的发布会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萌生了加入小米的愿望。各位想一想，对每一个人来说，放弃宝马总部的工作，放弃欧洲舒适的生活，说服家人一起回国，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依然果断辞职，收拾行李举家回国，投身到小米汽车的创业中来。还有胡真南，他之前2次拜访过小米，发布后的一个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造车20多年，干过国企，干过民企，自己也创过业，他跟前东家的合同到期了，他特别想出来看看，看看互联网到底是怎么造车的。后来他加入了顺为，再后来呢，他兼任了我的顾问。就这样，一群热爱汽车的人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我们在短短的半年之间的时间里面就组成了超过1000人的团队。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汽车部门已经超过了7000人，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聚集了超过1000位的技术专家。所以那个发布会对我们组建团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前几天我们的 HR 部门算了一下，3年多时间里面我们收到了38万份简历。在这里呢，我还特别想说一下，我们还永远欢迎优秀的工程师继续加入小米汽车的团队。我们想成为一家全球前5的车厂的话，我们还需要更多优秀的人。小米造车呢，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的一群企业家朋友们呢也特别特别的关心。4月5号呢，组团到访了小米，他们带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才下场是不是太晚了？确实啊，3年多前造车和新势力相比晚了6-7年。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智能化才是汽车的灵魂，
而智能化在电动车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且汽车是一个百年赛道，只要你真心喜欢，只要你真心想干，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说，那为什么小米汽车不拿出来独立融资独立上市呢？很多人一听到上市就热血沸腾啊，而且当时造车很火，新能源汽车公司的股票飞涨。我呢跟大家交流，我说的确有几家 VC 给小米汽车开价了，当时因为市场特别火，估值100亿美金。各位想一想，小米汽车啥都没有就估值100亿美金，而且花别人的钱造车几乎无风险，谁能拒绝这样的好事呢？实话实说，我们也动过心，但是想来想去，深思熟虑后呢，拒绝了。为什么？因为造车的周期很长，如果我们拿了别人的钱，想法想很长时间保持一致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且在小米内部造车，大量的人才技术都可以直接用。我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造车难度很大，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我需要小米集团的每个人都能毫无保留的支持，我希望大家都能全力以赴一起造车，我觉得我们才有胜算。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小米全资自己干，钱全部自己掏，风险全部自己扛，只要能把车做好，我们在所不惜。那天呢，王传福来了，李想也来了，何小鹏也来了，李斌也来了。我还记得后来王传福跟我说，他特别佩服我们的勇气，但是呢，多少还是为我们捏了把汗。这就是小米造车的起点，如果不是遭遇美国制裁这样意外事件的巨大的冲击，我们不会贸然进入汽车这么复杂的行业，也不会有今天的小米舒淇。所以无论面对何等巨大的危机，都不能被吓倒，破釜沉舟的勇气才是我们冲出重围的关键。当我们决定造车以后，其实还面临无数的挑战。汽车行业每年发布200-300款新车，是一个卷得不得了的行业。作为一个新来者，第一辆车非常的重要，我们该怎么造车？我们该做一辆什么样的车呢？刚开始我们的团队呢，找了一大堆的报告，开始学习，开始研究，写了上100页的分析材料。我呢，忍不住一上来就泼了盆冷水，我说各位不要想这么复杂了，我们能不能先造一辆小米工程师们都想买的车？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想买的话，那个车造出来也没用。我说我们把问题先简化。好，第二个问题来了，那小米工程师到底想买一辆什么样的车呢？我们组成的团队呢，还的确挺专业的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找个调研公司，花几个月整份报告。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再次提醒大家，我说别浪费时间了，100份报告也替代不了一个真实用户面对面的沟通。
我说我们应该马上开始。我动员我们所有人不辞辛劳，约我们小米的工程师一个一个聊。其实两三个星期我们就聊了300多人。聊完以后大家觉得还不过瘾，就跑到小米的每一个办公区的停车场，一辆一辆去数，看看大家到底开什么车。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土，但是很简单，很直接，很有效。很快我们就知道大家买的品牌、车型和价格段。比如说轿车和 SUV 各占一半。从研发角度来说啊，高车容易低车难，做 SUV 相对容易，做轿车呢要难一些。所以大部分车企呢都是先干 SUV。 但我的观点不一样，我们决定呢不走寻常路，先从纯电轿车干起，先从难的干起，等轿车干好了再干其他车型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们下决心呢干纯电轿车。中国的产业链呢非常非常成熟，其实传一辆车还是比较容易的。3年多前呢，有很多朋友劝我说，你们已经晚了，赶紧出车找家代工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干。刚开始呢我们也这样想过，既找过代工也想过收购，但是呢没过多久我们就下了决心，从核心技术干起，绝对不要想走捷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吃过大亏。14年前我们小米创业的时候，就是轻模式，从模式创新开始的。初期呢速度很快，但是呢根基不扎实，后来呢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我们还在补课。所以当我们再次创业的时候，我们决定不走捷径，不收购，不代工，从核心技术做起，10倍投入，认认真真造一辆好车。当我们下了这个决心以后，我们的投入非常的坚决。电机我们一上来就干了3代，大压铸我们一上来干了2套，智能驾驶我们也干了纯视觉，也干了激光雷达，我们很多很多技术都是这么干的。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讲电池包。电池包可能一般的人都觉得很简单，实际上呢还是特别的复杂。一个电池包做下来差不多需要10几个月，几千万的投入吧。所以行业里面开发一辆新车呢，一般呢做两个电池包，多的做3个。大家知道我们苏七干了多少个吗？我们干了10多个电池包。甚至为了把电池包的技术搞明白，我们还自建了一个电池包的工厂。不仅把我们自己的团队折腾得够呛，我们把供应商也折腾得够呛，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专门打电话给宁德时代的曾总解释。曾总说他理解，他当年给 A 公司做过电池， A 公司一款手机其实只需要一个电池方案，他们在研发过程中开了200多款，最后呢只用了一款。他说他理解，只有这样干才能真正把产品过好。我们呢就是这样从核心技术出发，10倍投入。我们的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核心技术的研发，就这样呢我们披星戴月干了大半年。到了2021年年底春节前，
第一次项目的正式评审会开始了，我们大家都挺激动。结果呢，这个会开下呢，开得特别郁闷，大家的分歧特别大，吵来吵去呢，最后呢下决心呢，整个产品方案呢推到重干。春节期间呢，我觉得大家的春节都过得不好，都特别特别焦虑，我们的项目进度怎么办？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取消了所有的日程，把我们汽车部最核心的十几个人全部抓过来开会，商量怎么解决。就这么一个临时召集的会，谁也没有想到，一开开了整整21天，开成了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刚开始大家还比较矜持，第二天争论就开始了，越来越激烈，有时候一个问题能从早上9点吵到晚上9点。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我就下了决心，我们的团队什么时候吵明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散会，我们就一直开，开到吵明白为止。其实当时我们的团队1000多人，大家都在等我们这个会议的结果。我们就是在进度压力巨大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了，先吵清楚。今天回想，这个会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有如此长时间高密度面对面的讨论，帮助了大家相互了解，相互融合。这21天的会我总结下来，我觉得形成了一个最最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小米作为一个新来者，只要能顺利上牌桌就是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们3年为什么能把车造出来，最关键就是这句话，就是小米造车要尊重行业规律，守正出奇，要先守正再出奇，不要一上来就颠覆，一上来就掀桌子。所以基于这21天的会，我们这10来个人就成了真正的战友，可以背靠背信任，才能应对之后的无数的考验。谁也没想到，春节开了21天的会，春节后开了21天的会，会一结束，考验来得这么之快，上海疫情爆发了。我们有不少工程师在上海，我们研发怎么办呢？大家手提肩扛，把能扛回去的设备全部扛回了家，在家里做研发。有一位同学，他就这样把设备搬回家以后，在家里搭了一套工作环境。我们的超级电机的控制软件就是在他家的客厅里第一次真正运转起来的。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难忘的奇特的经历，我们相隔如此的遥远，却又感受到如此的紧密。我记得初期的很多很多产品决策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视频会议中完成的，我们甚至在这个期间还办了几次线上的庆功会。当我们遇到阶段性的成果的时候，哎，我们就把红酒寄到每一个同学的家里，大家就联网云喝酒。就是由于这样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帮助我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我们的项目居然没耽误，居然还能够按计划进行。到了2023年8月16号，第一辆试产车
缓缓地从产箱上驶出来，现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经历了这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小米舒淇如期交付了，这真的是个奇迹。我相信创造这个奇迹呢，是我们汽车部这6000-7000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真的挺了不起的，每一个团队都是超水平的发挥。我还记得啊，在下线仪式结束后，大家散去了，我一个人围着试产车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打开车门，又在里面坐了很久很久。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的车真的造出来了。在那个时刻，真的百感交集啊。所以说到这里，我们选择了做最难的纯电轿车，我们选择了从核心技术做起，我们选择了在项目压力最大的时候停下来开21天的会，这些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决心。因为我们深知，只有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小米汽车才能真正成功。过去3年时间，其实我个人琢磨的最多的是，既然我带队，我怎么可以能把车做好呢？其实我琢磨了很久，后来我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懂一行爱一行才能做好这一行。如果我要坐车的话，我一定要懂车，一定要爱车，才有机会把车做好。所以我个人造车的第一步，大家可能不信，我的第一步就是自己开车。说实话啊，10多年前，由于工作繁忙，公司呢跟我配了专职司机。从那以后呢，其实我很少开车。当我决定造车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自己开车。重新开始开车呢，就有点像新手上路，其实手忙脚乱的。我的的确确花了好几天才慢慢的适应了。当时呢，我让司机坐副驾，同事们看到以后就开玩笑说，哇，你的司机好有面子，老板亲自开车。因为我们小米汽车来了非常多有经验的同学啊，他们的话呢都干了一辈子的车，见多识广，开过很多的车，经验非常的丰富，聊起来每个事都门清。其实我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我有巨大的压力。我后来在想，我一定要尽快补上这一课，我一定要试驾足够多的车，我要迅速抹平这个信息的鸿沟。所以我首先呢就跟周围的朋友去借车开，接着呢就跟周围的同事借，结果1-2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借完了。为啥呢？因为他们买的车型都差不多。后来我就决定呢，要不把各个品牌的 4S 店都逛一遍，然后去那边看车，去试驾。每次去呢，我都戴着帽子，戴着墨镜，
全副武装的，但是好像没啥用，很快就被认出来了，所以特别尴尬。后来我找了一个好办法，我就在我们小米的地下车库里转，看见没开过的车呢，就让助理去借，助理呢就上面贴个借车的条。有很多同事很惊讶，说啊，真的是雷老板要借吗？还专门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好，我借到车以后呢，我特别喜欢跟车主聊天，一般呢我主要问三个问题，就是这辆车好在哪里，不好在哪，你当时为什么要买这辆车，假如你要换车，你打算换一辆什么样的车。然后呢，车主跟我讲了，我都记下来。接着呢，我再认认真真的开个一两天。这还不算完，我接着再去上网，找跟这辆车所有相关的资料，再去看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评论，然后再把它们记下来。这样的话呢，我的一辆车呢的认知就完整了。然后呢，我再加满油，洗好车，然后再还回去。我觉得不知不觉三年下来呢，我大概试驾了170多辆车。我看在下面有不少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啊，我都借过车啊，谢谢啊，谢谢。前几天呢，我整理了一下笔记和资料，居然有20多万字。所以呢，我是认认真真把这一课要补起来。然后为了补课呢，我还专门抽时间看了很多汽车巨头的传记，甚至呢把过去看过的赛车电影全部找出来也重看了一遍。以前主要是看明星、看剧情、看热闹，这一次不是啊，这次主要看车，主要是看车。看完了以后呢，特别多的感慨，就是为什么人家法拉利做得好，保时捷做得好，你看看人家老板，人家的创始人都是赛车手，真的，你说你不懂你怎么能把车做好呢？哎，我心里就开始想了啊，我说我能不能定个小目标，我能不能够成为国内车企老板里开车最好的之一啊，之一。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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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有我能不能去开赛车，当有这个想法以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开赛车是不是很危险，而且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去开赛车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我想了很久，还是下决心去试试。当然要开赛车先要考个赛车驾照啊，要先考个赛照。我的那个赛照呢是夏天学的，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对赛车有多了解啊，因为赛车呢主要是处理赛道上的极致工况，所以赛车里面能拆的都拆了啊，基本上都把空调拆了的。各位想一想，北京的夏天温度一高，有时候40度啊，然后车里都是60度，哇，热得要死。而且各位再看一下，这就是我学赛车的时候的照片。各位穿着防火材料做的赛车服啊，防火材料做的，然后戴上这么大的头盔，还有坐着运动座椅啊，运动座椅是超硬的，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些性能车和运动车的座椅都硬得不得了，是因为要有路感，就是你的车压过一个石子你都能够迅速感受到。所以赛车和那些豪华车都是，是吧，那些性能车啊，座椅都很硬。还有
我们那个安全带可是六项安全带啊，在开车的时候都是往死里勒的，勒的你都有点痛。像这么全副武装在车上坐好的时候，是不是看起来很帅？实际上非常的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几十圈跑下来，全身湿透，就像洗了一次桑拿啊。反正每次休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像虚脱了似的。而且呢，新手说学赛车啊，一不小心就冲出了赛道，一不小心。而且呢，很容易就撞上了那个防护墙。老司机管这叫上墙。哎，说你开赛车那个每一个墙上过没有？是吧？每一个墙上好几遍，你这个赛车才能开得好。我觉得呀，我们平时开车撞一次车是天大的事情啊，但是一旦开赛车，哎，就稀疏平常了。而且呢，赛车是没有保险的啊，被撞了的话，只能自认倒霉自己修车啊。无论是你撞别人还是被撞啊，都是各修各的车。好，我让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们每次有同事撞了，都挺激动啊。因为平时大家开车都很小心，是吧？基本上都很认真，但是在赛场上是经常出现啊。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赛车的话呢，看起来很危险，实际上呢也不安全啊。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开赛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最最重要的是，你的赛车一定要经过改装，要改刹车、轮胎，甚至我们改了安全座椅，甚至装了防滚架。而且只要你遵守规则的话，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所以呢，这是我在学赛照时教练就反复要求的，就是一定要遵守规则，你的车不能拿一般的民用车去跑赛道。反正我考赛照的时候是这么要求的啊。为了把赛车学好呢，我还买了一个很高级的七轴模拟器，是吧？在家偷偷练啊，吃了不少苦，最后呢，我终于拿到了赛照啊。我呢，不仅仅自己练啊，我逼着小米的，是吧？团队也去练，我们的管理团队和工程师超过了100人拿到了赛照。因为我相信一支真心热爱汽车的团队才能真正把车做好，你们同意吗？当然啊，我现在开车呢，是吧，在赛车手里面是业余中的业余啊，但是为了提高水平，我们经常内部还举办各种比赛。然后大家看看我们比赛的视频录像啊，那个前面那辆车就是我啊，前面过一个 U 型弯，你看我切弯的动作很标准，咣，这辆车把我就撞出去了。可笑的是，这个同学呢，第二圈又在同一个弯，哎呦，他都是这么走的，又是个 U 型弯，咣的又撞了一下。哎呀，反正这个我就这么被撞了2次，修车就修了25000啊。这个，我觉得呢，这个玩赛车以后，我对车的认知，我觉得进了一大步，因为之前自己开车，我从来没有开过地板油、地板刹。就是一脚踩死，油门踩死，遇到刹车的时候也是一脚踩死，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转向精准，什么叫操控，什么叫直喇打喇。开完赛车以后全明白了，后来才发现这个车跟车差距真的大极了，车跟车差距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就更深的理解了什么叫人车合一。所以我真的觉得学下来以后对我帮助是挺大的。
而且呢，我对我们汽车研发的每个关键节点，我都力争能够自己亲自参加。我觉得2022年年底，我们的工程车如期的开始了第一次东测，那是在黑河-30-40度，非常非常冷。这对于小米汽车来说呢，是第一次大考，我特别特别重视。我和我们管理团队都亲自去了现场。我们负责东测的负责人见到我以后非常惊讶，他说他干了20多年，第一次看到董事长来东测的，第一次。而且呢，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按食堂专门加了个菜，说今天董事长来。好，寒来暑往的话呢，第二年我又参加了下测，在吐鲁番。吐鲁番的夏天啊，气温高的时候能到50度啊。各位想一想，你的车在阳光下50度的温度暴晒一中午，车里有多烫吗？我看我们有的对标车车里的温度高达90度，哇，真的让你痛苦得不得了。我在下车的那一瞬间真的觉得舒淇把防晒做好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的车里的温度能比别人低10几度。所以呢，这个下车呢很艰苦，但是呢也依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今天能回想起来的是什么呢？是吐鲁番的西瓜。哇，吐鲁番的西瓜又大又甜，一个都是20来斤，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便宜到你不敢相信。他们那的价格不是按斤算的，是按公斤算的。各位，你们知道吐鲁番的西瓜1公斤多少钱吗？1公斤5毛钱。我们现在正在吐鲁番的兄弟告诉我说，今年更便宜，1公斤3毛钱，一个20多斤的西瓜只要3块多钱，便宜到我忍不住背了4、5个回北京，发现运费是100倍的西瓜钱。哎，所以而且的话呢，因为小米第一次坐车，我觉得质量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在今年1月份呢，我们还开展了整个行业最大规模的路面测试，实车路测。我们投入了576辆样车，测试了300多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周围的所有的公路，总测试里程达到了540万公里。我觉得今年年初大家应该都看到过我们的测试车队啊，那个覆盖面非常的广，应该是行业里面第一次大规模的测试。有网友就评价说，你们小米汽车行不行就看你们高管敢不敢自己开。当时我们车还是测试车，你们高管敢不敢开？我们有一位工程师看到以后专门转到群里，专门艾特了我，他的意思我懂。我呢又默默地转到了高管群，并专门艾特了所有人。我觉得我们小米的高管素质还都挺高的，立刻全体响应，全部参与了测试，是吧？他们要用自己来证明舒淇是靠谱的。然后我们所有的高管在舒淇上市前测试了超过10万公里。我自己的话呢，测试了10多次，累计测了5000公里吧。我觉得我最难忘的一次呢是什么呢？是今年1月份，从北京到上海，早晨6点到晚上9点，15个小时，一个人开1276公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人能开这么远。回想这个事件的话呢，实话实说，刚开始我们的公关同学是不让我这么做的，
他们不担心苏七，他们担心我。说雷总，你万一称了寡了怎么办？一不小心就成了舆论危机。哇，我一边在开，他们一边很多人盯着我开，你知道吧？比我都紧张很多倍。结果呢，一路上非常的顺利，而且我觉得今天的高速公路再加上智能驾驶，我觉得整个体验还是蛮轻松的。而且这次测试下来呢，最让我意外的收获就是冬季高速，我觉得小米苏七的续航特别过硬，这一点呢让我特别特别的踏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在电池技术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我们才有如此杰出的表现。所以说到这里啊，我觉得啊，你看重新自己开车、学赛车、亲自参加冬测、夏测，还有是吧长途测试，其实看起来都是小事，都很简单。但是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勇气呢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步脚踏实地的行动，大家同意吗？说到这里的话呢，网友在过去的几个月不停地催我说，啥事你表演一下漂移。我后来想起来了，我有一次直播吹牛，我说我会漂移，从那以后就每个人都催我。当我真正打算去漂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的确能漂得起来，但是水平很一般。我想这个视频要是出来以后，是吧，不少专家肯定要把我骂死。所以呢，被吹得不行以后呢，前一段时间鼓起勇气拍了一段，拍得不好，大家凑合看看行吗？不接受什么一帧一帧的看啊，就是糊弄点看就行了，好不好？还挺帅的啊，还挺帅的啊。好，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雷军表演漂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汽车就是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业，所以感谢三年前的意外使我加入了一个这么有趣的行业，真的挺有趣的。好，我们就是这样呢紧锣密鼓埋头苦干了三年多时间，在研发的过程中呢，一直非常非常的低调啊，一直也没有做任何宣传，大家看到的东西要不是谣传要不是泄密啊，真的没有做任何宣传。去年年底12月底，小米汽车第一次亮相，很多人觉得很突然，觉得有点横空出世，所以呢刚开始热度特别特别高。但没过几天，扑面而来的就是各种质疑、批评、诋毁。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苹果十年都干不成，凭啥你们三年能干成？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我咋知道苹果为啥十年不成？你们为什么不问问魏小李他们几年干成的？
其实这个产业都已经很成熟，我觉得三年干成呢就是一个标准的时间啊。这个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反正黑稿呢潮水般的袭来，再加上几家友商推波助澜，漫山遍野的调侃和嘲讽。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叫娟收手吧，外面都是叉叉。大家看到过吧？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小事，我觉得真正的困难是我们倾尽全力做的书期，倾注了我们这7000人无数的心血做的书期。因为前期保密，好，我们在上市前的2-3个月跟大家沟通交流的时候，居然发现所有人都认为卖不动。哎呀，这个给我急得不行。我跟他们说我们的配置体验都比 Model 3好很多，人家跟我说买 Model 3的都是特斯拉，都是马斯克的铁粉，他们肯定不会买你们书期的。我说那好吧，那3-4C 的用户该不该升级更智能的电动车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3-4C 这个词吧，就是宝马3是吧，奥迪 A4 还有奔驰 C， 简称3-4C， 就是 BBA 的入门款啊。我说那3-4C 的用户是不是要升级成更智能的电动车呢？是吧，价位差不多，产品更好。我们的几个部门跟我整了3份报告，每一份洋洋洒洒几10页，我看完都只有核心一句话，说人家3-4C的用户买的全是品牌，是吧，他为啥买你书期啊？反正我一句话就被噎住了。还有我们精心为女车主设计的防晒收纳好看，但很多人说女车主肯定不买这样的性能车啊，那咋办？你想我们干了3年多，这么多人花了1-2亿，最后做完了卖不动。我呢就让市场部请一些媒体的朋友们来帮忙出主意啊，一共请了23位。我也万万没想到绝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他们认为能卖3000辆就要烧高香了，这就是当时大家的结论。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是心里话啊，我呢有点不服气，我就尝试去说服他们。当然他们都是，是吧，对行业都非常了解，比我经验都多啊。我说了2-3个小时，说到口干舌燥，完全没用，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所以呢这个让人无比的绝望，我们整个团队都笼罩在焦虑之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大概就是今年3月，很多人都说我憔悴了。正好网上呢，哎呀，有几张是吧不堪回首的照片，就说我憔悴了。反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极度郁闷。在我最郁闷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试驾过的一辆车，那是我们一个同事买的车，我借来试驾过几天。那是一辆福特野马，40多万的性能车。那个同事跟我说那辆车就是他的 dream car， 是他工作了10年之后积攒了钱买给自己的
奖励。他跟我说，每天早晨一上班，坐到车里，踏下油门的那一刹那，他就热血沸腾。每天晚上回家了，还在车里再坐一会儿，再上楼。我此时此刻都能回想起他当时给我讲的这些话造成的冲击。我真的相信人生值得被奖励，这就是一辆 Dream Car 的意义。我们的小米舒淇其实就是为他这样的奋斗者设计的。所以我相信人们对 Dream Car 的向往，我相信三年多时间我们整个团队全力以赴的投入，我也相信小米舒淇的魅力和强大的产品力。所以无论多少人不看好，但我始终坚信舒淇一定会大卖。好，其实真正考验我的信心是今年二月份要确定产能。汽车生产很复杂啊，供应链条很长，我们二月份要确定全年产能，要订多少货呢？很多人建议订30,000辆，稳点好。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矛盾的，订多的担心卖不掉，订少了担心不够卖，大家又骂我饥饿营销。我还记得在3月份我接受央视一个采访，我就直说了，我既怕卖不动，我又怕不够卖，是极度矛盾的。在这个时候，我的这份自信让我下了决心。各位，大家知道我们在年初订了多少吗？76,000辆。这意味着什么？扣掉爬坡时间，月销10,000。纯电轿车月销10,000的只有一辆车，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也就是说，我从第一天就下的目标就是数一数二。如果卖不出去意味着什么？可能大家对车卖不出去没概念啊。大家看我那个工厂很大是吧？各位，我那个工厂只能存3天的车。大家想一想，一个车库1,000辆车的车库有多大吗？如果有你有10,000辆车卖不掉，你要租多少个足球场停车？反正车一开始库存就是漫山遍野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灭顶之灾。这个76,000辆，我深知这是个疯狂的目标，但我也很清楚，其实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就像过河的竹子一样，只能拼命往前冲。就在我巨大的焦虑中呢，我们离发布的日期呢就越来越近了。在3月中旬呢，发布会前我们办了唯一次的媒体试驾会，媒体老师们呢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了舒淇。有一些人的观点呢开始改变了，他们说无法想象这是小米造的第一辆车，它的完成度是如此之高，驾驶质感也特别的高，也特别的高级。他们说小米确实有高人。我悬着的心才稍稍踏实了一下。但更大的难题呢是定价，价格定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上100亿的损失，3年的时间付之东流。但是呢，很多人并不了解，因为新能源汽车跟纯电车是两个概念啊。新能源汽车包括了增程式，包括了插混，这些车是吧，是油电混合的。纯电车成本很高，除了特斯拉，几乎所有纯电车都在巨额亏损。
所以合理定价我们的业务才能持续成长，超低价只是饮鸩止渴。当时网上有谣传说舒淇要定多少，14.9万，甚至有人说9.9万，这太离谱了，你这不捣乱吗？当然更大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内部，我们销售的同学们都是老板，是很有经验，他们对于纯电轿车一致信心严重不足。在发布会的前一天，我们最后的价格决策会，时间不长，但争论非常非常激烈。我呢认为我们的舒淇配置体验远超 Model 3，我觉得我们要有勇气定到21.59万，这个已经比 Model 3便宜3万，我觉得竞争力已经非常强大。但销售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担忧，我讲完以后整个会场一片寂静，我真的很无助，一片寂静。直到现场的一位高管说，就定这个价吧，无论卖多少辆我们小米都认了。3月28号发布会，我极度的紧张，嗓子沙哑，就像10年寒窗苦读的学生终于参加高考。我在台上大概讲了30分钟才一步一步放松下来，讲到舒淇为谁做的时候，3年来压在我内心的很多很多话脱口而出。我说舒淇就是为这样一群人做的，他们不甘于平庸，还在为梦想奋斗，他们向往先进的科技，渴望幸福的生活，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浑身都闪耀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当我公布定价，现场的观众一片欢呼，我心里踏实了，小米舒淇应该成了。发布会后呢，我接受媒体采访，一个同事非常激动地跑进来告诉我，4分钟破10000，27分钟破50000。那一刹那仿佛一切都如此美好，3年来所有的痛苦委屈不便理解全部烟消云散。而且同事告诉我，有很多很多的用户没有试驾过舒淇，甚至没有见到过车就直接预定了。而且呢，有一个朋友讲了一位米粉的故事，更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位米粉呢叫孙丽丽，39岁，是川大数学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是米粉，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支持小米。3年多前小米官宣造车，他觉得这是小米的关键时刻，他必须要站出来支持，然后第一时间在小区里买了一个车位留给小米汽车。他就在发布会当晚第一时间下了订单，如今空置了3年多的车位，等来了创始版的舒淇。这就是米粉朋友们给了小米怎么样的信任啊！
各位，我们再看一下守车仪式。当我弯腰为车主开车门的时候，这是对米粉朋友们发自肺腑的感激。这个无意之举呢，在网上火了，就成了千亿 CEO 开车门的段子啊。后来搞得车企老板们都要去开车门了。到了北京车展，我就成了别人眼里的营销之神，行走的流量。说以前车展看车模，现在车展看 CEO 啊。我知道，这全部来自于小米初期巨大的成功和一眼万年的魅力。在初期的巨大的成功下，在所有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五月份我们发布了新的交付目标，年底我们保底交10万辆，力争12万辆。其实这个目标，因为我们4月份才开始上市，只有9个月的时间，要干12万辆，再加爬坡。这对我们，这对整个小米汽车的供应链的所有合作伙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米粉朋友们的承诺。小米初期首战告捷。这意味着小米汽车终于挤上了牌桌，但我们离真正的成功还差很远，我们的长征才刚刚开始。过去的3年，对于我，对于小米，都是一段脱胎换骨的经历。小米初期成功的背后，凝聚着巨大的勇气。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勇气，这是我们小米集团4万多名员工共同的勇气。勇气并非没有恐惧，而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依然坚定不移。勇气来自于坚定的信念、奔涌不息的热情，还有每一步的脚踏实地。勇气就是人类最伟大的赞歌。朋友们，愿你任何时候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今年我们的年度演讲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呢，休息一会儿，下半场新品发布会马上就来。好，待会儿见。大家好，我们下半场的新品发布会现在开始，大家要不再鼓一次掌。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多震撼的作品啊！首先我们要发布的是2款折叠机，一大一小。我们首先发布一款大折叠，这已经是我们小米发布的第4代大折叠，非常非常震撼。我们先看一个量产视频。去年呢 Fold 3口碑就特别好，我们第一次把全能旗舰跟轻薄都做在一起了。那么今年呢就更厉害了，
我们不仅要求做全能旗舰，我们要求做顶配的全能旗舰，同时我们要做到最轻最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代的大折叠轻薄到什么程度。它变得更轻了，只有226克，比其他的旗舰大折叠要轻很多。它变得更薄了，最薄的呢，展开以后只有 4.59 毫米厚，它仅仅是比 SIM 卡槽厚一点，合在一起呢 9.47 毫米，而且呢也同样超越了很多旗舰的折叠机。好，谈到这里呢，我特别想说它的手感超好，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它可以媲美很多很多的直板旗舰。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四曲面的屏幕玻璃屏幕，还有四微曲的机身，还有它的金属中框也是圆弧形的。这样的话呢，虽然它有九点几毫米厚，但是它的手感极其惊艳，你握着这部手机的时候甚至会忘记它是一部折叠屏的手机。可能我这么描述大家都无法理解，我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去小米之家体验一下。为了帮助大家体验呢，我们请了很多路人来做手感盲测，超过一多半的用户都认为小米这次大折的手感是超过直板旗舰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右边更轻一点，但这个比较轻，右边这个比较轻，差不多呀，这个轻多呀，我右边更轻一点。这是苹果 iPhone， 我挺喜欢 iPhone 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我喜欢轻的，我喜欢那种的。右边的话相对于轻，右手边的手感更顺滑一点，好熟悉的触感。看到没有，62%的用户觉得我们的大折的手感更好。那么一款这么复杂的折叠机要做得这么轻薄，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跟大家讲几点。第一个的话呢，转轴是大折叠的最核心的器件，小米自研的龙骨转轴呢今年升级到了第二代。那么龙骨转轴呢采用了最先进的 3G 连杆机构，在去年就已经做得非常非常轻薄，今天的话呢技术呢再次突破，又缩小了很多，更加精密。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它的 1G 能感缩小了 8%， 2G 缩小了 28%， 3G 缩小了 26%， 整体缩小了 34%。 就这么亲密的情况下整体缩减了 34%，而且的话呢它的宽度缩小了 11.7%， 重量轻了 16%， 水滴缩小了 15%。 这是上一代的，这是最近一代的，它是不是变得更精密了？它精密到什么程度呢？我拿一个齿轮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小的齿轮直径只有 1.8 毫米，相当于半颗米粒大小，上面有12个齿结构，它就这么精密。而且装配精度呢是 0.01 毫米，只有如此精密才能做出极其精湛的转轴。而且这个转轴的话呢采用的是1800兆帕的超强钢，它有超强的可靠性，而且超强钢的占比呢高达 82.6%，所以使它的强度得以大幅度的增强。这就是我们龙骨转轴 2.0， 不仅轻薄可靠性更好，然后弯折都做到了50万次。我们呢有一个小实验，就看看它到底能扛多大的压力。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到了59公斤的时候，那个传统转轴呢就被压碎了，而我们的转轴呢毫发无损，所以它的转轴的不仅小，而且可靠性更强。第二点，大家看一下，全碳架构，大家看得懂吗？这个碳是指碳纤维，就是为了坚固可靠，也为了极致减重，我们率先在手机上采用了全碳架构。我们应用了 T800H 的高强度的碳纤维，它的抗拉强度达到了惊人的5500兆帕，抗冲击力提升了3倍。就是这样的高科技材料，我们来看看，我们把三大件都换了。我们转轴的浮板100%碳纤维，屏幕的衬板100%碳纤维，中框的电池仓衬板100%碳纤维。有了这么多碳纤维的加持下，它不仅轻薄，它的强度又变得更高了。那么它的强度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也有一个可靠性测试，就是在 1.5 米极限冲击测试里面，它完全没有任何损伤。大家再看一个测试实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所以我们率先应用了全碳架构啊，全碳架构非常非常的贵，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轻，接着它的结构强度变得更强了。还有，其实整机堆叠是个系统工程，在减重减薄的过程中要做大量的创新。我再举一个例子，主板。其实我们小米的大折叠主板一致做得非常非常精密，集中度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二代的，这是第三代的，这是今天发布的，功能越来越强，零部件越来越多，整个主板面积做得越来越小。它小多少呢？大概只有原来的80%。在这么小的一块主板里面，我们堆叠的2545颗零部件，还有那些超微的器件有857颗。这个超微的器件有多小呢？5颗相当于一个芝麻粒的大小。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一下，一层一层摞起来的，相当于在主板上搭了5层楼，3块主板，5面堆叠。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应该是行业里面最先进的主板设计了。好，在这么轻这么薄堆这么极致的堆叠的手机里面，我们还是坚持支持了50瓦的无线充电。我们也首次在折叠屏上支持了 IP68 的防水。所以在更轻更薄上，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我们一起看看视频，来介绍我们小米在大折叠上做的技术创新。
哇，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呢，大折叠几乎是今天手机科技里面最巅峰的表现。那么可能大家都很好奇，说这么轻薄的手机怎么做到顶配全能旗舰？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特别难的题目啊。我们首先来看屏幕，因为大折叠最核心的就是这两块屏幕。外屏呢是一个标准的直屏旗舰，内屏呢是 7.98 英寸的一个折叠屏，相当于外屏呢是一个正常的直板旗舰，打开以后就是一个 iPad mini。 各位，这两块屏跟旗舰手机的屏幕比起来，成本大概是7到8倍啊，所以折叠屏最贵的就是这两块屏了。好，我们这两块屏的话呢都是豪华配置的，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先说外屏，外屏呢是四微曲的屏幕，它是一个四曲面的屏幕，而且呢外面是用的小米浓金玻璃来保护的，这样呢它的防摔强度更高。内屏呢是一个 Polis Plus 的屏幕，这是个超低功耗的屏幕啊，而且采用的 UTG 超薄的柔性玻璃保护。今天呢我们有些同行依然用的是 CPI 的薄膜啊，一用久以后就有，是吧，就有折痕的。所以的话呢，这都是今天最巅峰的屏幕和表现。那么这个屏幕的话呢，它的都是 418ppi 的，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1到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然后也都有DC 调光和 PWM 的调光，而且是专业原色屏，这都是今天是吧最顶级的旗舰的表现。同时的话呢，它也用了顶级的性能配置，用了今天最先进和最高端的高通的处理器，就是第三代骁龙8，它的闪存内存都是满血版的，也支持 WiFi 7，还有大规模的超薄 VC 液呢。除这以外还有4颗自研的澎湃芯片， T1 的信号增强芯片，这样的话呢整个手机的信号都特别好啊，它的蜂窝信号提高了 58%， WiFi 蓝牙提高了 16%。 同时作为一款顶级的旗舰呢，它也支持双向卫星通讯，还有它也特别适合出国旅游或者商务啊，我们支持了180个国家500多个运营商，所以呢适配和适应面非常广，而且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还送你300兆的免费流量用来应急。除了这些以外，对大折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续航。那么我们这款手机在设计之初目标就是要做最强的续航。好，来看一看我们有多强啊，在这么薄这么薄的手机里面，我们堆进去了5100毫安时的电池，我们采用了密度更高技术含量更高的金沙江电池，堆进去了5100毫安时，比上一代多了300毫安时。各位，上一代比这一代要厚很多的情况下只有4800，这么薄5100，哇，真的不可思议啊！支持67瓦的有线充电，50瓦的无线秒充。那么除了采用金沙江电池，我们还有什么科技的创新呢？我再跟大家讲一点，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采用了异形碟片电池。首先大家划重点，异形碟片电池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的电池都是个立方体，这一次我们为了更好的利用机身内部的每一点点的空间，我们把它做成异形了，就做成这个形状了，大家看懂了吗？第二个的话呢，以前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的电池虽然是立方体，里面是一点点卷起来的，这个角上还有些缝隙，这一次呢我们把它改成一片片叠起来，连电池那个里面的每一点缝隙都给你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挤了多少呢？挤了260毫安时。所以我们几乎在每一点的追求科技的巅峰技术，而且我们的电源管理系统呢还使用了4颗小米自研的芯片，
在原有的 GE 和 P2 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 RE 的智能均流芯片，来提高双电芯并联的充放电效率。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优化，整个续航首先是电池，接着是综合的技术实力，我们一系列的技术又让整机的功耗下降了 13.5， 特别特别恐怖。尤其是我们采用了这个低功耗的大屏，比同行的省电很多很多。好，我呢拿一款竞品比一下，这款竞品的电池呢跟我们差不多，续航上看看小米多了多少，多了51分钟啊，就这么恐怖，多了51分钟。所以等这款手机上市以后，也欢迎媒体朋友们测一下，会让大家异常惊讶的。好，接着说到影像，更多人好奇这么薄的手机影像会不会打折。其实很多同行的折叠屏的机器是吧，他们的影像系统都相对比较差。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吓你一跳，全焦段四摄，这是今天唯一一个保留了全焦段四摄的折叠屏。我们的同行们由于空间的压力很大，都改三摄了，而且全焦段全部是大光圈，而且在这么薄的机身上，不仅仅是四摄，还放了一个5x的潜望式超长焦，恐怖吧。还有我们是双长焦，还有一个2x的长焦，还带浮动对焦镜组的，它可以拍微距啊，这个对最近的对焦距离只有9厘米，所以这都是顶配啊。还有它全部是徕卡光学 Suminax 的镜头，所以这一整套东西出来就是顶级旗舰的影像系统。好，我们来看一下样片，这是超广角，这是主摄暗光的样片，这是2x长焦拍人像啊，非常非常的清晰，这是5x潜望长焦抓拍水上的飞行器，这个玩起来很酷啊，但是我好像不会啊。而且5x长焦拍特写虚化也特别特别好，所以呢我就不展开表达了。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这次发布的大折叠四代绝对是所有大折叠里面影像系统最强的。我们搭载了澎湃 OS， 这一次呢我们高度的关注了大折里面的软件适配体验啊， TOP 500的应用呢我们全部达到了高质量适配。高质量适配我们的定义就是支持全屏显示或者平行窗口，支持旋转横屏，支持内外屏的连续使用。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是高质量适配，我们支持的文件格式超过了100多种，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呢可以直接打开苹果办公的3件套。然后呢大屏的办公呢很方便，视频会议呢也很轻松，因为支持折叠，休闲娱乐的时候呢哎，看视频也很方便。而且我们利用这个折叠双屏的特点，还做了一个同声传译，你跟老外交流的时候，外屏显示外语，内屏显示中文，就可以实现实时同传了，对吧。而且我们同时支持12种语言版本，这样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很方便。这就是我们顶配全能更轻更薄的大折叠，然后在技术上取得了几大跨越，同时呢可靠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黑色的版本，有白色的版本，还有浓胆蓝，这是一款明亮并且高饱和度的深蓝色，特别漂亮。我们去年发布了农林纤维版，大家的评价特别好。今天我们的材料也升级了，强度提高了 42%， 刚度提高了 25%， 整体抗冲击性提高了 15%， 让手机变得更加坚固耐用。而且花纹设计呢更细腻，也变得更精致，
所以今年呢，我们也出了农林纤维版，这就是我们发布的大折叠，非常好看，体验也特别特别好。我们再看几张图欣赏一下，它真的很轻很轻，不可思议，白色也挺好看的。大屏的体验呢，这一次呢，澎湃 OS 呢，那也做得特别好，拿在手上呢，非常非常的轻松。像这样一款顶配的全能旗舰，像这么一款更轻更薄的大折叠，定价多少钱呢？我们看一下上一代，跟上一代比的话呢，电池变到了5100毫安时，增加了 IP68， 增加了双向卫星通讯，然后呢处理器那这些都升级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了有多轻有多薄，跟上一代比不可思议的这两个数字。而且这里面都是拿钱堆起来的，像全碳架构，像轮毂转轴 2.0， 像我们3x5面的这个堆叠的主板，这些都是拿钱堆起来的。那么像这么一款顶级的大折叠，实话实说的话，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定价多少钱呢？我们跟上一代一样啊，跟上一代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超值的一款手机。这个有三个版本，16G 加 512,9999， 16G 加 1T 10999。这就是我们发布的大折啊，一款非常震撼的作品。下面我们发布小折，很多人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出小折叠。我们5年前开始预言，3年前开始立项，一直呢迟迟未出。这主要是我们觉得呢小折叠的技术啊不成熟，所以很多人都评论小折叠叫什么，叫美丽小废物。实话实说，我也用了很多小折叠的产品，我觉得没法用。所以经过这3年的努力，我们认为小米小折叠彻底解决了体验的痛点，要一举逆转美丽小废物的印象。我希望大家用完我们的小折叠以后，它会变成美丽小可爱，美丽小神机。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个小折啊。首先好看，对一款折小折来说，好看是第一位的，接着是好用。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多好看。是不是特别好看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高亮的金属中框，徕卡影像，全等身的微曲屏，它是个四曲屏，然后小米龙晶玻璃啊，微曲的机身手感特别好。而且像这样一款旗舰的小折叠只有192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呀，拿在手上非常非常的轻松，它小巧便携，放在兜里呢非常非常方便，所以拿起来非常方便。我们有黑色的，有白色的，还有一款幻影紫，这是类似于薰衣草的这个淡紫色啊，采用闪光纱的玻璃，丝绸般的手感，
然后呢非常的细腻，最重要的是不沾指纹啊，不沾指纹。而且我们这次呢还做了一个凤羽纤维板，这是新材料啊，它超高的韧性，纤维的编织材料，独特的立体纹理，保留着织物这种很顺滑的手感，就像女生的包包一样啊。好，这个小泽也是两块顶级的旗舰屏幕，这个一个四寸屏，一个 6.86 寸屏，而且两块屏幕都是 1.5K， 它的 PPI 都非常的高，而且都采用了同样的发光材料，这是一起定制的两块屏，所以使用起来体验都特别好。还有的话呢，外屏同样采用了小米龙晶玻璃，内部的折叠屏依然用了 UTG 的超薄柔性玻璃，所以整个打开以后的平整度都特别好，很耐用。所以这是两块顶级的屏幕，而且像这个小折跟大折一样，都支持了50万次折叠。50万次折叠，我以前用过小折啊，就经常有人抱怨，觉得打开一下挺麻烦的，平时不打开能不能用？我们的同行呢，不打开呢，外屏往往是一个手表或者看个信息，其实没啥用。那么很多人说，我能不能像大折一样不打开也能用？好，我要告诉大家，很震撼的是，小米小折是一部不用打开非常好用的小手机。可能大家有点不信啊，不信这么像化妆盒大小的小手机咋用啊？我们以前设计过一款小折叠，有一个这样的设计方案，就是一个四寸屏，是全面屏，没有摄像头的。但那个方案被我拍死了，我觉得没有摄像头的话，是吧？视频通话，那个什么扫支付码，什么自拍都不能用。我说这个肯定不行，咱们以前吃过亏，咱一定得做相机。好，把相机做上去以后，马上又面临这个这样尺寸的屏幕很怪，怪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软件适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安卓平板和折叠机软件适配始终是大家担心的体验痛点。那么我们是咋解决的呢？我们想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大家仔细来看一下。我们留了一个专门的显示区，正好是 3.5 寸屏，正好16:9，正好所有软件几乎都能用。可能很多人就在想，哇，这 3.5 寸能用吗？大家别忘了啊， iPhone 最成功的手机 iPhone 4就是 3.5 寸屏的。所以你重新拥有用一个 3.5 寸小手机的感觉，是吧？那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完美适配了，各位，是吧？这是两个摄像头，下面也是屏幕，但是我们专门留了一个显示区，这样几乎所有的软件不用适配都可以用。我们完美适配了最常用的200款应用，比如说刷抖音、看小红书、上 B 站、听音乐都可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好，应用只有 3.5 寸，可是我们的输入法是全屏幕的，大家看了吗？支持26个字母，也支持那个9宫格的输入，大家清楚了吗？跟你的正常手机一模一样，输入是正常的，显示是个 3.5 寸的小手机，这个主意好吧？好，我们上面空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显示智能悬窗，有多功能小部件、最近任务、焦点通知，这个好吧？把所有的空间都用起来。好，接着呢，你们又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小手机啊，合着的时候没法打电话，只能外放，因为它那个位置刚刚好不对。我们后来没办法，我们专门做了什么呢？做了这个小手机用的麦克风和听筒，这样你不用打开手机就可以打电话。大家听懂了吗？它就是一款日常使用
不用打开的手机。我们专门请了一个女赛车手，她叫铁豆啊，测试了一天不打开能不能用一整天，结果她的评价特别之高，大家看一下挑战视频。大家好，我是赛车手铁豆。我今天呢收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挑战不打开小米 Mix Flip 仅用外屏使用一整天，这可能吗？今天呢刚好是我的训练日，我们出发吧。小爱同学来首音乐，准备出发。你好，一杯冰美式。今天的任务呢是要完成新轮胎的测试。太闷了，今天气温已经到36度了，地表温度大概在50度左右。今天真的太热了，感觉轮胎损耗的特别快。好嘞好嘞，拜拜。来拍摄一下今天的训练打卡照。我帮你拍吧。不用，后置我自己也能看见，而且后置的徕卡镜头像素更高也更清晰。 OK， 上车，我们出第二节。因为个子小体力差，被太多人质疑过我开赛车的可能性，但热爱会引领我击破所有困难，打败所有偏见。就像被很多人不太看好的小折叠，如今仅用外屏也几乎满足了我所有的日常需求。现在呢是下午的5:42，我们结束了一整天用外屏的挑战，甚至它电量还有42%，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说挑战成功。真的很神奇，我也用了好几个月，经常用了一天还有40%的电，所以这个使用的体验特别特别的奇妙，就是你每天拿着一个小方盒的小手机也特别可爱。好，这一次呢我们的团队呢还有一个小创新，他们做了一个外屏的萌宠壁纸，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卡皮巴拉，对，水豚。然后呢听说最近在动物园里特别特别火，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情绪特别稳定。还有更多的萌宠啊，真的超可爱，点上去还可以互动。这个所以呢我认为小折要做得好，首先要好看好用，当然我们还得给它做出旗舰级的性能和使用体验。其他的小折的话，其他公司做小折啊，一般不是把它当旗舰用的，都是用的前几代的芯片，这样呢它的工艺制程不够先进，其实容易发热，体验也不好。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旗舰小折叠，用的也是最新最先进的高通处理器第3代骁龙8，也用了最好的内存和最好的存储，还有超豪华的立体散热，3500平方毫米的 VC 散热。就在这么一个小方盒的手机里面，我们塞了7800毫安时电池，比小米14还大。真的不可思议啊，这是用了我们小米的金沙箱电池，同时呢支持67瓦的这个秒充啊。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款小折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好用。好用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性能、功耗、续航要能对标 iPhone。 大家相不相信我们这款手机是可以对标 iPhone 的？其实一上来我是不信的，我说你们拿个测试报告我看一看，我看完以后吓了一跳，我觉得玩游戏跟 iPhone 比，它几乎能满帧运行的前提下，帧率比 iPhone 还高，温度发热居然比 iPhone 还低，玩游戏比 iPhone 体验好。同时续航的话，它可以多打2个小时的游戏，多刷5个小时的抖音，多看1.5个小时的电视剧。而且呢我们还请了很多媒体老师帮我们测试，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呢我就不展开讲了。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影像，因为小折啊女用户比较多，特别关心拍照效果。那么很多小折叠的相机呢实话实说都是阉割过的，
所以大家特别关心说你们这是凑数的啊，你看这么薄是吧，你怎么可能做很好的相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是双摄，但是我们两颗都是5000万像素的镜头。主摄呢用的光影猎人800的传感器 13.21V 超高动态范围和 OIS 的光学防抖，还有一个5000万像素呢是2x的长焦，而且全部是大光圈，全部是徕卡光学 Suminax 的镜头。虽然只有双摄，但是没有一颗是凑数的。我们来看一下，是吧，这是主摄的抓拍，细节都清晰可见。这是2x的镜头的拍摄，也非常非常有质感。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说，这个2x镜头还支持浮动对焦镜组，还可以拍微距。那拍微距有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小折叠的很多用户是女生，拍微距有什么用处呢？第一个，拍宠物非常清晰，这是一只猫的面部特写。还有他们告诉我，拍妆容，拍耳环，哎，是吧，所以呢它可以拍面部特写，包括录视频也能拍得很清楚。而且呢作为一款折叠机，拍照还有很多新的体验。它支持45度到120度的自动自由悬停，它可以仰着拍显腿长，不过像我这么长是吧，这么长的腿基本不用仰着拍了，还可以俯着拍显脸小是吧，还可以多人合影，不用三脚架也能拍。更好的是在户外还可以挂着拍，是吧，很方便吧。而小泽更适合拍 Vlog， 它非常小巧，拿在手上像一个小的 DV。 关键是呢拍视频的时候还自带美颜，怎么样，女生可以吧，还自带美颜一边拍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精心设计的旗舰小泽。我们希望这款产品一把能逆转小泽美丽小废物的印象，大家觉得能逆转吗？好，我们来发一下重点，好看，大外屏，旗舰徕卡影像，所以这款小折叠非常非常的强大，因为它是一款旗舰的小折叠，是吧，没有做过任何阉割，用的也是最新最强的处理器，而且两块极为出色的屏，然后加上大量的高科技啊，所以它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那么定价多少钱呢？12+256的定价呢5999啊。好，这个5999有多厚道呢？我跟大家去看了一下 iPhone， 5999只能买 iPhone 的入门版，而且只有 128G。所以跟这个版本比的话呢，我们的小泽更时尚更好玩是吧，拍照好，玩法又多，所以而且玩游戏更好，续航更强。所以我建议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小泽。我们有三个版本是吧，12+512 6499，16+1T 呢7299。而且为这么可爱的小泽呢，我们还设计了两个配件，一个叫指环式多变保护壳，这个指环呢可以挂在手上，可以当支架，而且这个里面呢还有4张卡片，可以每天换着用，是吧，你不用换这个保护壳了，你只要换里面的卡片就可以换着用，129。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随身拍的套装，与手机连接以后，打开相机的随身拍模式，就可以做到即拍即打，快速出照片。外出的时候背在身上，是吧，也很好看。整个套装呢499，可以吧，大家需要赶紧下单啊，赶紧下单啊。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款折叠机，都不错吧？这个我不仅仅是我们小米集团的 CEO， 还是我们汽车的 CEO， 我帮我们小米书记的车主争取了一个福利，我们车主购买送2000积分啊。还有这两款手机都是由我们小米手机智能工厂自己生产的。年初我们发布了在北京亦庄的汽车工厂，大家都非常非常了解了。今天呢，我们这里是刚刚落成投产的北京昌平的小米智能工厂，这是小米智能制造的最新成果。这个工厂的特点很多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新一代的手机智能工厂，总投资24亿人民币，建设面积呢81000平方米，年产能是1000万台旗舰手机，它是国家级的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那最让我骄傲的是什么呢？是整个工厂自动化程度很高，核心工艺的产线设备几乎都是自研的，除了贴片机啊，我们自研率到了多少啊？看看，到了 96.8%。 因为我们17年开始死磕智能制造，2000年我们建了一个实验室级别的，到今天我们真正用了7年时间交付了一个真正的工厂。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我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手机产线其实很复杂，一条产线有200多种设备，由不同的厂商的专有设备构成。大家开玩笑说手机产线万国造，就是各个国家造的啊。我们几年前下决心用模块化的方式全部重新设计，我们把所有的设备归类成3类台架，然后呢把工作模块分类，采用标准尺寸统一接口进行设计。比如说夹字具用一套标准的，流水线模块用2套，接着呢搭积木一样按照需求进行设备组装。所以产线上的任何一个设备都可以采用标准化的模块轻松组装，如果你要换工艺也只要换相同的模块就可以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台设备是打螺丝的，我要换成装主板只要换个执行器就可以完成，所以特别特别神奇。将来有机会啊，我们给大家详细讲，这里面还是挺了不起的创新。还有这个工厂全链路的数字化，可以实时监测所有的产线所有的工序，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共有6.4万个采集点，每天采集17亿条数据，甚至是呢用 AR 技术可以实时查看设备内部的运转状况。大家一起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我们最新落成投产的小米昌平汽车工厂啊，手机工厂。这是一座从数字中孵化的工厂，全要素数据采集，全 5G 高速连接，全数字化高精建模，智能蔓延在这里的每个角落。工厂里的上千台设备，创新自研模块化设计，更换单元，瞬切工艺，宛如搭积木般便利。一条产线搭建只需一天，在这里一部手机诞生只需6秒，在这里一年将出品1000万台旗舰手机。我们正在以心智生产力点亮智能制造的新灯塔，新一代小米手机智能工厂。随着这两座现代化的工厂投产后，
网友已经很亲切的叫我什么？谢谢大家，我很喜欢这个称呼，谢谢啊。下面的话呢，将是我们 Redmi 带来的年度旗舰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知道啊，那个 Redmi 呢，这个卢总已经交给我们王腾总了啊，这是王腾总交的第一次作业，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去年呢，我们发布了 K60 至尊版，口碑很好，这是我们和联发科一起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今天我们和联发科一起发布新一代的 K70 至尊版。大家知道啊， Redmi 就是要做性能最好的安卓旗舰，所以 K70 至尊版它是一款双星旗舰性能魔王。它的性能有多强呢？我们慢慢看。首先它搭载了联发科最新最强的处理器天玑9000加，同时它也搭载了小米定制的游戏独显芯片，这个芯片呢是采用12纳米制程做的，在游戏独显芯片里面呢是最先进的，还有 Redmi 独特的狂暴引擎 3.0 的技术，这些就构成了它的双星旗舰。首先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天玑9300加啊，这是一个4加4的架构，全大核，这个主频高达 3.4GHz，是目前性能排第一的处理器，所以它性能是真的特别好。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创新了 3D 冰封散热，就是有一个凹凸台，这样把散热板呢更近的贴近处理器，贴得很近，这样处理器的表面温度能降低3度，所以使整个旗舰手机的性能的这个是吧能够发挥得更好。那么像这样一款旗舰，安兔兔跑分达到了惊人的238万分，哇，很恐怖，所以它的性能是极为出色的啊。这个媒体评测呢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叫无可争议的性能魔王。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媒体的评测视频。 K70 至尊版它来了，咱们还是直接上数据吧。安卓荣耀极致画质120帧，3.52瓦，3.14瓦，2.9瓦，这个功耗我觉得都可以给它贴一个一级能效标识了啊！真的是一点挑战都没有啊！真神，数据非常漂亮啊，60帧跑满完全没有压力，帧率曲线非常稳，温度甚至只有41.1度啊，创下了历史新低了。我们再拉高难度啊，星铁跑图半小时，全程平均59.5帧，依然是一条轮下满，发热控制的也很好，替换地图的速度也非常快，不会打断游戏的连贯性，表现非常的不错。真行了吗？咱们接着上压力。十寸原生120赫兹加 1.5K 跑图一小时啊， 1.5K 的画面对比常规的 720P， 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细节也都要更细腻，功耗反倒更低了，不到5.3了。超帧超分的持续时间也比其他性能手机更长，超分超帧并发能维持1个小时，帧率功耗都还挺稳定，这个确实是让我有点意外了。续航怎么样？K70 至尊版的续航很不错，测到这个 K70 至尊版是坚持了11小时06分钟啊，是小米目前我测试过续航最好的一款手机。这次的狂暴小将可以说是稳了，基本征服了现阶段全部手游。红米配天玑，越用越牛叉，评价特别特别高。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上一代的口碑就很好，它跟上一代比呢，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们跟上一代比一下啊，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在极高画质的前提下玩《星穹铁道》这款游戏啊，玩星铁。那么 K70 至尊版的功耗差不多的前提下，它的帧率高了很多，它更加流畅。第二个测试的话呢，我们测试一下，在 1.5K 超分再加120赫兹的 FPS。并发的情况下，120帧并发会是什么结果？你会发现，新的 K70 至尊不仅画质更好，能耗更低，而且甚至能做到2个小时连续并发。
还有更极限的环境。当环境温度到30度的时候，玩重度游戏一个小时啊 K70 至尊几乎满帧，而且功耗大幅度的降低。所以大家只要去体验了 K70 至尊，就会同意我这个观点， K70 至尊呢是一款游戏神机，它玩起来更流畅，而且它的功耗更低，发热也更低。所以呢 K70 至尊呢秉承了 K 系列啊这个性能最佳的旗舰，所以呢一直做得非常好。这一款 K70 至尊呢，我觉得设计也非常好看，而且质感大幅度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有三种颜色，好，有黑色、白色，还有一种叫冰泥啊，就是一种淡蓝色。然后呢，金属边框，在这个价位上，金属边框的其实不多。然后背部呢是四曲面玻璃，其实上四曲面玻璃的也很少很少，就是大幅度提高了质感。它的屏幕也非常好，是 1.5K 的旗舰直屏，而且呢是超窄边的视觉四等边。下巴呢只有 1.9 毫米宽，所以呢整个屏幕呢前脸也特别好看，而且还有非常强的小米那个，还有搭载了小米龙金玻璃，它整个耐摔性能大幅度提升，在这个价位就上了龙金玻璃，还有非常非常强的小米青山护眼。这就是我们 K70 至尊版这个在外观质感质量大升级，而且呢体验呢全面满配。好，我们来看一下相机，它的相机呢上了索尼的 IMX906 大底大光圈，支持光学防抖，甚至呢首次落地了小米 AI 的大模型计算摄影平台。然后呢有三大升级，第一个呢闪电快拍 2.0，每次快拍能连续拍150张。第二个夜宵 2.0， 有更高的高光压制，更真实准确的白平衡，还有双焦段的人像，还有很好看的光斑，所以它整个影像系统大幅度提升了啊。而且呢这一款 K70 至尊的话呢搭载了5500毫安时的电池，加上一系列的省电技术以后，它的 DOU 模型高达 1.6， 是我们今天小米续航最长的手机。还有呢支持120瓦的充电，24分钟呢就可以完全充满。它也支持 IP68， 升级到了2米防水。那么今年的 K70 至尊版定价多少钱呢？今年呢王腾担任 Redmi 的总经理以后压力巨大。为什么压力很大呢？因为 Redmi 坚持极致性价比，但今天的极致性价比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其实刚才两个折叠屏讲定价我都没好意思说啊。这个内存和存储今年以来最低的涨了 85%， 高的型号超过了 100%， 所以呢零部件涨价压力特别大。然后呢 K70 至尊版为了做好，各位看一下是吧，做了这么多的升级，尤其是升级了5500毫安时的电池，升级了金属边框，升级了龙晶玻璃，这么多的升级再加上内存和存储大规模的涨价。所以呢这个王腾找我和卢总呢商量了好多次啊，这个实话实说呢定价压力是巨大的，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想来想去啊，就是以这么一个配置的手机，我觉得定2999可能都是亏钱的。我们上一代2599，为了支持王腾的工作呢，我们最后还是定了2599。这个也希望啊 Redmi 的用户支持一下王腾啊。这个有4个内存的版本，
这个12+256、12+512、16+512，还有16+1T 3599啊。所以谈到这里的话呢，这款手机我也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性能是没得说的。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一款2000多块钱的手机，它的质感和品质让你惊讶。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属边框、机身四曲面玻璃、三色的机身、小米龙晶玻璃、2米的 IP68。如果是一款4-5千的旗舰，有这些，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一款2000多的手机，我的评价就是4个字：同档无敌。所以希望 Redmi 的，是吧？用户们支持一下王腾啊！这是他拿出来的首款作品，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啊。好，今天的话呢，我们 Redmi 呢和兰博基尼汽车赛事再次携手，带来了 K70 的至尊冠军版。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赛道冠军超跑，这一辆超跑呢，它外观的辨识度很高。我们采用同样的双色涂装、24道工序，完美的还原了极具战斗感的配色。再看看细节，这个 Y 型的这个那线条，这个橙色的颜色和高亮的那个相机的金属环，还有那个这个盾牌的 logo 完美的复刻在手机的机身上，所以整个手机呢是极具张力的。还有我们专门定制的壁纸，还有主题，这个专门定制了，而且提供了2种颜色的选择，遥相呼应，是吧？有绿色版，有橙色版啊，特别特别的漂亮。好，我们有一段外观视频来看一下我们的至尊冠军版。真的很帅很帅，这款手机专门推荐给米粉朋友们和兰博基尼的粉丝们啊，非常漂亮。然后这款至尊冠军版的尊享套装啊，是 12G 的内存 1T 的版本，定价呢3999，给大家推荐一下，帅不帅？非常的漂亮啊。好，我们的三款手机呢就发布到这里了。去年的话呢，小米发布了全新的集团战略，人车加全生态。从小米初期发布之后，人车加全生态呢就完整闭环了。我们刚才发布了我们最核心的业务手机，接着我们要发布三款可穿戴设备。这三款可穿戴设备外观都特别好看，功能和体验都特别强，所以呢整个的体验和感受呢特别高级。我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小米 Buds 5半入耳式的降噪耳机。其实对耳机来说，佩戴的舒适度是特别关键，所以呢我们做了半入耳式，而且我也试了一下这款耳机，它佩戴起来特别特别舒服。为什么呢？对比上一代轻了 4.5， 入耳面积小了 9.1， 不够耳朵。可能这么讲他还听不清楚。后来我比了一下 AirPods， 我的天哪，大家看一下，它跟 AirPods 差不多，这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因为 AirPods 真的是做得挺好的，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它佩戴很舒服。对于半入耳式耳机佩戴舒服之后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音质，因为它是开放式的。然后呢，这又是一款音质特别出色的耳机。首先呢，我们支持了
高保真音质 HiFi。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频响范围是 AirPods 的两倍，它的磁感应强度是 AirPods 的 1.4 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定制的内外超感的双磁单元，所以我们声音很细腻，低音更加震撼。还有我们有录音室级别的全链路的无损音频，最高传输速度 2.1 兆，然后呢传输速度是 AirPods 的8倍。所以呢这个整个是传输无损音响，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听到声音里的更多的细节。还有我们特别邀请了哈曼联合调音，携手了哈曼的金耳朵的团队，邀请了10多位大师联合调音，它的听感曲线非常贴近行业的经典，它的音质特别的出色。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Buds 5。这个 Buds 5呢还有几点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支持主动降噪，支持通话降噪，支持独立的空间音频，还有一个小功能，这个耳机支持独立录音，你在打电话的时候连续敲3下就开始录音，这是为 iPhone 用户设计的。其实我刚知道 iPhone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电话录音，所以其实我也建议 iPhone 用户你换一下安卓手机试试，其实国产手机也挺强的。后来没办法，我们帮你们在耳机上也支持了啊。这推荐给 iPhone 用户啊。4种颜色我特别跟大家推荐呢，第一个呢是钛光金，它的科技时尚感拉满，还有一个呢就是冰霜蓝，适合夏天佩戴。好像这么一款高档的耳机定价呢699，特别漂亮。好，下面的话我们介绍小米手环9，这是第9代小米手环，越做越漂亮啊，特别时尚。我们看一下外观视频。是不是特别时尚好看？好，我们再看一下第9代的小米手环做了哪些升级啊。首先它的质感大升级，多彩的金属机身，以前我们是用的是吧，用过塑料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用了多彩的金属机身，然后呢有粉金色、蓝色、银色、黑色4种，而且在原有很多腕带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7种新的腕带。我们来看一下是吧，有镂空的手链腕带，有链扣的金属腕带，有双色的真皮腕带，还有这种吊坠式的腕带，还有3款新的腕带我特别介绍一下，有科纳皮的磁吸腕带，就是往手上一吸它就扣上了，还有回环式的编织腕带，还有适合男生的不规则的金属腕带，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陶瓷特别版，非常纯净干净温润如玉的精致感。所以呢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版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同时我们的功能体验大升级，有手表机的线性马达，我们的 NFC 呢也支持了车钥匙，就是直接在手环上支持车钥匙，已经支持了2款车，欢迎其他车企联系我们啊。然后续航做到了21天，续航做了21天，而且有高精度的心率传感器，它的监测更精准，它的监测的准确度提高了 16%， 而且呢它有精准的睡眠监测，它的准确度提高了 7.9。 这是我们和北京大学第3医院合作专项进行
研究睡眠呼吸健康的。北医三院提供了临床实验和数据校准优化啊。我们现在也跟很多的医院在深入合作，然后呢按可穿戴设备呢为大家的健康服务啊。还有我们也跟 Switch 经典游戏武力全开独家合作，用小米手环可以替代手柄完成舞蹈动作，是吧，既轻便又舒服而且体验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手环9啊，这个功能越来越强，然后定价呢249， NFC 的版本呢299，陶瓷特别版 NFC 定价349，而且万代呢既漂亮也特别特别的实惠啊，真的很漂亮，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尚单品。我觉得我们可穿戴团队呢这些产品都是越做越好。还有有一个特别特别重磅的产品，小米智能手表 S4 Sport， 这是一款专业运动的智能腕表，也是我们小米发布的今天最高端的智能手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智能腕表高端在什么地方呢？钛金属机身是用钛金属做的，然后前后盖都是蓝宝石玻璃，连旋转表冠都是钛金属的，所以它用了非常多的高端材质。同时呢，在专业运动性能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增强，它有高精度的心率血氧传感器，支持40米的潜水，支持双屏 GNSS 的五星定位，还有支持离线地图啊，独立 eSIM， 就是你不带手机也可以打电话听音乐，是吧，发信息，这样的话你去跑步啊户外运动啊特别方便。像这样的高端智能腕表支持15天的超长续航。可能更重要的是和全球著名的运动装备品牌松拓合作，然后和他们一起得到了他们在算法上的支持，和他们芬兰的专业团队进行调测，使这款产品到了真正专业级的水平。那么松拓呢提供了更多的关键指标，带来了更科学更全面的运动指导，比如说乳酸阈值，让你更了解自己的有氧运动的能力，还有路线导航呢支持了循迹返航，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在户外运动里面迷路，它可以原路再返回。还有甚至可以进行恶劣天气的预警，它可以根据气压海拔这些监测发现环境发生巨变，它能提醒你。还有训练效果的评估，避免过度训练带来损伤。还有新增的六大户外运动的模式，像越野、攀岩、徒步、登山、骑行、滑雪，还有各种各样专业训练的体验。那么像这么一款顶级的专业运动的智能腕表它怎么样呢？我们看看松拓的专家是怎么评价这款产品的。 Outdoor sports has been in our DNA since 1936, so when we learnedThat Xiaomi also wanted its users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outdoor exploration, we immediately hit off with the sentiment, we want to go out. Adventure starts here. Xiaomi already has an algorithm for VO2 max and recovery, and soon to offers other key features, such as lactate threshold, which can help you achieve peak training performance.We have added route navigation and backtracking to Xiaomi's existing offline maps and UR-band GNSS. By monitoring barometric pressure, we provide timely, severe weather alerts to help you avoid danger in advance. Xiaomi's smart technologies bring new ideas to outdoor sport, such as standalone calls, SOS emergency function. I believe our cooperation
will give you professional and safe outdoor experience. This 一款高端的智能腕表啊，支持四种表带，有氟橡胶的户外表带，也有编织的户外表带，还有一款液态硅胶的户外表带，这个特别轻，大家很舒服，还有特别好的钛金属米兰尼斯的金属表带，这个表带也特别特别好看。所以像这么一款专业运动的高端智能腕表啊，一般呢同行都定五六千，贵的呢一万多，那么我们小米的专业运动的智能腕表定价呢也特别的厚道，1999，这是钛金属机身了啊，有三种套装，有配氟橡胶表带的1999，液态硅胶表带的1999，配钛金属米兰尼斯表带的2599。当然你要是想经常换表带的话呢，我们也有两种表带零售啊，也有两种表带零售。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可穿戴的这几款产品都是越做越好啊。好，这个几年前我们开始做科技家电，这个其实我们在科技家电方面也越做越好，口碑也越来越好。首先我跟他介绍的是什么呢？空净。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空气净化器今年正好10周年，我们已经在过去连续8年全国销量第一，市场份额超过了40%。我还放了几张当时发布的照片，10年前的。今天空净10周年，我们带来空净，我们这个里面最高端的一款产品，米家全效空净 Ultra 增强版，这名字比较长啊。好，什么叫全效空净？因为原来空净主要解决 PM2.5 的问题，现在空净呢可以除雾霾、除甲醛、除异味、杀菌、消毒、去除过敏源，它是专业全能选手，它啥都能干。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显示仪表，几乎这些都可以监测，通过这个仪表的内容你就知道它的功能非常之多。它对常见的 PM2.5、甲醛、VOC 等6类污染物能够全面监测，因为它有非常专业的传感器来监测6类传染物，而且呢，它是一个塔状结构，有5组专业滤网，10层复合净化，它是特别特别强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PM1 就比 PM2.5 的颗粒小很多，它有专业 PM1 的传感器，它的监测精度啊，仅次于空气监测机构的专业仪器，它的误差不超过10%。配合 HiPa 滤网，实测半小时 PM1 的去除率就高达 99.95%， 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它的 PM1 的过滤能力很强。第二个能力更强的啊，除甲醛。除甲醛这真是个很难做的事情。以往呢，我们都是用的活性炭的技术来吸附甲醛，这种方式呢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活性炭吸附一段时间以后就进入了饱和状态，就吸不了了。第二种，如果你不及时更换滤网，温度一上升，哇，这个空净还会释放甲醛，造成20污染，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如果你不能及时换滤网，这个是吧，它吸附这个甲醛还会释放出来。好，这一次呢我们用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技术呢也是刚刚发明不久，叫全能解的专效滤芯，它是通过催化剂的方式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它是国标的7倍，1小时的去除率 98.92%， 而且理论上这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滤网，不用换的，因为催化剂是不会被损耗的，它也不会形成20污染，这是除甲醛今天为止啊最佳的方案，这个方案特别特别强。
可能大家除了取甲醛以外，还有除异味的需求也很强，比如说家里养了个宠物啊啥的。好，我们呢除异味呢特别增加了除味的氧溶滤层和除氨碳的滤层，专门用来除异味。我们用了两层来除异味。好，我们怎么除的呢？我们除的结果怎么样呢？最难干的是二手烟，一小时的去除率 88.29%， 卫生间的异味去除率 96.5%， 新臭味去除率 99.5%， 宠物的氨气去除率 93.8%。 好，可能这个数字都不够形象啊。我们小米科技园有一个猫咖，收养了11只流浪猫，味道很重。我们测试了一下，开启空净一小时，氨气去除率 93.8%， 这个氨气指标就从4570到了280。所以各位想一想，如果你家里养一两只宠物，很快就可以搞定。所以呢，这个性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还带了高能 UV 的杀菌群，能全副光目杀菌。很多朋友过敏啊，他对细菌病毒过滤源的去除率呢高达99%，他获得了中家院医护机的空净的认证，也获得了德国莱茵的过敏关怀认证，这都到了医用级的。所以呢他对过敏源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是我们空净十周年，我特别特别给大家推荐这款产品，推荐给四类人群。第一类，家里装修；第二类，家里养宠物；第三类，家里有孩子；第四类，家里有过敏的人群。所以呢这四类的话，我建议大家都试一下我们最高端的全效空净。那么全效空净这类的品类呢，同行也做，是吧？一般定价7000-8000，高的10000。那么我们小米的全效空净呢，定价5799。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到网上仔细看看我们这个空净啊，做的特别特别强，这也是我们做的最高端的空净了。好，第二个的话呢，米家空调。这段时间呢，董大姐一直在批评我们，说我们冒充自己第一。我仔细查了一下，我们没有人也没有在任何场合说我们米家空调第一。不过确实啊，我觉得米家空调的进步非常快，销量增长也非常快。我仔细查了一下，今年上半年我们排第4，我们和格力的差距还很远，所以意味着我们的进步空间还很大，我们要继续向格力学习。我觉得米家空调进步这么快，首先是因为产品好，定价厚道，而且服务提升很快，三天内送装完成率 92.6%， 平均 1.6 天你下单以后就能安装完成。平均在618的一天里面，我们安装了85000个空调，厉害吧？厉害。所以我们整个小米在服务上最近呢投入很大，这个进步也特别特别的快。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利剑的是我们小米最高端的空调新风破，这是我们最高端的空调。这个空调呢是立式三匹双冲锋，高 1.86 米，占地面积呢仅 0.15 平米，他们就是叫细高个啊，细高个。它是四风区出风，可以按风顺墙跑，不直吹，所以呢它特别舒服。而且这个空调呢声音很小，它的设计也很好看，摆在家里呢特别协调，也获了今年的红点奖。那么这款空调真正强大的，它是超一级能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级能效啊，它是比一级能效更强大的省电。它有个指标叫 APF，叫年能效比，能高达 5.01%， 它跟目前的一级能效比呢能省电 19%，
而且相当于一年能省478度电，和老空调比的话能省786度电。所以这个空调不仅啊这个三匹这个调节空气的能力很强，而且特别省电。那为什么呢？这款产品呢是小米全自研的，也获得了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新技术，我今天讲两样。第一样，我们用了顶配的双排冷凝器，它的换热面积提高了83%。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一款智能空调，我们采用 AI 的节能算法，节能率高达40%。所以 AI 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然后我们还自研了双循环的新风技术，新风量非常大。还有我们小米的粒子净化技术，杀菌消毒能力也很强。这就是我们的立式三匹双出风的空调，超一级能效，还有非常多的智能功能，我就不展开讲了。同行的一般的高端的空调大概要卖到13000-15000，我觉得我们小米啊，这个感动人心的好产品，定价厚道啊，自然风呢6999，新风 Pro 呢7999，特别特别好。所以希望大家买空调的时候看一眼小米空调就好了，比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三款手机、三款可穿戴、两款科技家电。大家仔细看一下，两款折叠机下周礼拜二早晨10点开售，现在就可以开始预定了，好吗？尤其喜欢那个打印机的早点订啊，备货不多啊。好啊，喜欢我们这个很好的空净的也是下周礼拜二，就是这个全效空净也是下周礼拜二，现在也可以预定。其他所有的新品现在已经上架，发布之后现在就可以买，好吗？小米进入新十年以来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战略，比如说全新的集团战略，人车家全生态，全新的科技战略，软硬件深度协同， AI 全面赋能。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大模型方的进展。我们自研了声音大模型，能识别理解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甚至能理解这些声音背后所处的环境和所表达的情绪。好，有什么用呢？我们第一个应用呢，就是8月份会上车。上车的第一个功能是车外唤醒防御，它能够识别发生的环境，可以直接无视车外语音指令。比如说你在小米出去外面喊小米同，是吧？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不理你，大家听懂了吗？哎，他发现在车外喊他就不理你了，所以这个功能很必要。第二个的话呢，那个很多很多产品里面我们都搭载了小爱同学，整个使用体验也特别特别好，像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视、音响、汽车都搭载了。小爱同学的月活跃呢超过了1亿人啊！这一次呢，我们大模型小爱测试了一段时间以后，马上将全量升级，全部免费，然后升级时间表，所以到时候大家都能在小爱同学上体验大模型的魅力，好吗？好，最后我们跟大家汇报一下小米汽车的进展。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演讲加发布已经2小时45分钟，这个大家能坚持这么久，真的我挺感动的，我再一次感谢大家。初期上市3个多月的话呢，那已经交付了30000多辆，这绝对是行业奇迹。作为一家新公司、新团队、新平台、第一辆车、新工厂，能交30000多辆真的很了不起。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好消息，全年10万辆的目标预计11月初可以提前完成。我们的工厂经过改造以后，提产马上迅速就上来了，这个也特别特别感谢供应链所有合作伙伴的支持。好，第二点的话呢，我们销售服务网络建设速度也很快，本月新增4城，济南、贵阳、长春、常州，
好吗？新增17个门店，而且南京景福中心的这个门店最近重新装修呢，马上开业，听说开业呢还有礼物送，也欢迎南京的朋友呢也去看一看。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年年底的目标，全国59城，交付中心53家，销售门店220家，服务门店135。所以见到这个程度，我们基本上就往前走了一大步。所以没有销售门店的城市的朋友们可以再耐心的等一等，我们的建设速度会非常的快。我们小米耐布品牌也带来了很多好产品，这个是在小米汽车 APP 商城里有售，带来了什么？防晒三件套，这个小米苏系的车主不用啊，但是还有很多品牌的车主非常需要，尤其女车主啊，防晒三件套好看吧，紫色的啊，我们还有米色的防晒三件套，好看吗？好，这都是女生的啊，我们在座的男生和男士也比较多，我们还有轻薄空气感防晒衣，对吧？有这个蓝色的、紫色的，还有黑色的，而且是收身款。其实我帮大家试穿了一下，真的挺帅的啊。这个还有啊，还有经典棒球帽，新增5色，好看吧？对，看这个可能没感觉啊，是不是戴着很漂亮？对，戴着非常的漂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1:18的合金车模，新增3种颜色，现在就开始抢啊！这个掌声不积极，待会都抢不到了啊！好，我们先看一看我们小米汽车的目标啊。我们小米汽车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通过15年到20年的努力，成为全球前5的车厂。要想成为全球前5的车厂，就需要有勇气站在世界巅峰的赛道上，和全球顶级的车企正面对决。大家同意吗？我们要让世界认可我们，就得证明我们自己的实力。那么全球车厂顶级车厂都去哪里证明实力啊？纽北。对，我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世界巅峰的赛道呢是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这是全球最长、落差最大的封闭赛道，长 20.8 公里，177处弯道，最大落差304米啊，落差304米。是全球赛道综合性能测试的圣地和最高的殿堂。在这个赛道上，几乎所有全球顶级车厂都在这比拼，保时捷是纽北的王者，在圈速排行榜前30名里面一半是保时捷，保时捷就通过每年在纽北拼命来打磨自己的技术，成为全球最好的车厂。所以小米要向保时捷学习，要在纽北那一步一步打磨自己的技术实力。今天我们先公布一个我们的目标，10年之内我们要成为纽北最快的4门电车。我们就准备一年一年的干下去，一直要干到全球最强。那么可能很多人问，为什么干4门？很多公司跑纽北就是为了一个 marketing， 为了炫技，为了刷圈。我们不是，我们要在赛道机的极限环境中打磨核心技术，然后应用到民用车，把民用车做好，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体验巅峰的性能和体验。大家同意吗？因为我们没有几个人能跑纽北啊，我在模拟器上跑纽北都摔得7晕8素的。各位想想，纽北的难度是超高的，只有专业车手才能干啊。但是这个任务很难很难，它有多难呢？绝大部分的电车纽北一圈都跑不下来，就是别看只有 20.8 公里啊，因为它是极致性能的。为什么呢？
四大难点。第一个，它要性能非常强，而且它要连续输出，因为当你的电池的电不多以后，你输出的功率就降低了，所以它需要连续输出。刘北最后一段是大长道，一个大直道需要巅峰的性能，所以当你电池不多的时候又要巅峰输出的时候是很难的，而且落差很大，它需要极致的下压力。再者呢，有一点，电车的车重比油车要重很多，因为它背了个大的电池包，所以轻量化呢是个难点。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电车也都在挑战刘北，挑战到今天为止，只有7款电车上榜，只有7款电车跑完了。四门的话呢，只有3款。各位看了吗？一款保时捷的Taycan，一款特斯拉的 Model S， 一款现代的，现在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款现代的5N，这是他们的成绩，7分07秒、7分25、7分45，所以特别特别难。我们深知挑战刘北的难度，我们把第一步这个计划拆成了2步。首先，我们在今年10月份原型车挑战非量产的圈速榜。第二个呢，明年年初等我们的量产版出来，继续挑战这个刘北的量产圈速榜。我们把这么难的活呢分2步来干。好，大家呢来看看我们今天小米舒淇的 Ultra 的原型车。是不是超帅啊？这就是 Ultra 原型车，一辆真正的跑车。我们来看一下超大尺寸的前唇，两边 U 型的风刀，还有前机盖两个巨大的散热孔，这一看是吧，就在咆哮啊。侧面是开放式的轮拱，尺寸非常大的侧裙，这个尺寸非常大的侧裙。尾部呢是超大的固定大尾翼，还有夸张的扩散器。而且呢，我们还搞了一个帅气的拉花，是吧？闪电般的拉花，酷吧？这个拉花是我设计的啊！你们也要假装喜欢，也鼓个掌，是吧？像这样的 Ultra 原型车有多强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非常非常的恐怖啊！首先，它拥有巅峰性能，有多强大呢？它搭载的是小米超级电机 V8S， 这款电机是小米自研自己生产的，也是 V8S 的首次向上车。第一个呢，它创造了奇迹的27200转的转速。第二个的话，最大马力578匹，峰值扭矩635牛米。所以呢，这是小米完全自研、完全自己生产的最强大的电机啊！而且在我们这台 Ultra 原型车里面，装了3台小米超级电机，2台 V8S， 1台 V6S， 恐怖吧？你们知道它有多大的马力吗？1548匹。
它媲美了这些千万级的豪车，它不是媲美，它超越了这些千万级的豪车。它的动力是极为夸张的。第二个的话呢，它是用了赛道专用的高功率电池包，它的输出1330千瓦，只有20%的电还能保持800千瓦，峰值电压897伏，充电倍率 5.2C， 这些都是顶尖的参数。好，大家都特别关心赛车啊，看看制动系统。它又有赛道专用的 AP Racing 的制动卡钳。AP Racing 呢是一个什么品牌呢？专门做高性能制动系统的，很多很多 F1 的赛车都是用了他们家的。然后这次呢，我们用了前六活塞、后六活塞的锻造固定卡钳，还有赛用的制动盘、赛用的刹车片，能扛800多度的工作温度，完全不怕高温。可能大家对赛车不了解啊，你们知道 F1 赛车的时候，那个刹车盘都可以烧红起来的，它可能是1000度的高温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电车，电车有个好处，我们可以用电机反转来做自动能量回收，能提供最大0.6个G的制动力的回收。好，这些全部加起来，极速情况下能提供超过2.36个G 的减速度。可能这样讲大家没概念啊，只要超过2个G 的减速度，一脚急刹车下去，就感觉撞墙一样的啊，这个很恐怖的。所以那个开赛车为什么都是一个专业选手啊？好，从100公里到零，制动距离只有25米。所以这么强大的性能，我觉得 Ultra 的原型车做到了四门车里面的最强马力，连油车呢在内啊，四门车它的马力是最强的，没有之一。好，我们先来看看崩直线，就是是吧，直接在直线上比赛，看它是什么水平啊。它的直线从0到100公里每小时，含起步速度只要1.97秒，到200公里每小时只要5.96秒，最高时速能超过350公里以上。所以就这些指标而言，它已经是全球跑得最快的四门车，连油车在内，它的性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当然跑直线只代表一部分性能啊，跑赛道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再来看，除了直线以外，这辆车还有极致的轻量化。你不做轻量化的话，是吧，你这个车这么重的话，其实跑起来也很难。它也是全碳设计，这个碳纤维就比你们那个大折叠的全碳架构猛很多了啊。反正碳纤维呢是最好的轻量化材料，又轻强度又高，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贵。然后我们进行了不计成本的全碳设计啊，各位来看一下，前唇、前保险杠碳纤维的，翼子板、侧围、车门、侧裙碳纤维的，后保险杠、尾部扩散器、大尾翼碳纤维的，车顶、前后盖碳纤维的，全车的所有覆盖件100%碳纤维，甚至是车内的电极上覆板碳纤维，自动的疾风罩也是碳纤维的，这令人发指啊！一共干了多少处呢？24处，展开15平方米。反正我看完以后，一个字形容好，两个字形容有钱，三个字形容不差钱。所以我们内部有同事说，他能买一辆 Ultra 原型车吗？我说贵到连我都买不起，你还是别想了，我们还是踏踏实实把量产版做好，行吗？所以大家不要喊什么生产原型车算了，好不好？原型车是用来做研发的。
所以如此大规模的碳纤维并配合其他的方案，减重超过了500公斤。我的天哪，减了500公斤。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居然比同尺寸的油车还要轻。你看啊， M5 1960公斤，我们只有1900公斤，它比 M5 还要轻。所以呢，这个 Ultra 原型车真的是拿人民币堆起来的。好，接着做赛车还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要求。可能大家听过我暑期的发布会讲过空气阻力系数，大家听过吧？雨滴是风阻系数最低的。我们做电车为什么在乎风阻呢？是因为为了续航。但是赛车在乎的是下压力，它免得打滑，免得飞出去。所以呢，那个空气动力学在赛车里面最关心的是下压力，不是风阻系数。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做了哪一些改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我就讲最关键的5点吧。固定的超大尾翼增加了735公斤的下压力，超大的尾翼扩散器增加了245公斤，开放式的轮拱增加了153，前唇和前轮的扩散器414公斤，还有 U 型的前风刀增加了30.6公斤。那么这些全加起来以后增加了2145公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下压力比车重还要重。这意味着在理论情况下跑极速的时候可以吸在天花板上开，真的。所以它的下压力就这么恐怖。这些参数全是怪兽级别的参数，我就不念了，很恐怖。所以为了你挑战纽北，为了在纽北跟保时捷比拼，我们的 Ultra 原型车在技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的团队呢已经在纽北赛道啊准备了1个多月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呢，计划10月初正式冲击纽北成绩。在暑期的发布会上我就曾经说过，人要有梦想，挑战保时捷就是我们小米的梦想。我们和保时捷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开始追赶，我们就在赢的路上。还有，虽然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挑战纽北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全球所有的车企都想挑战纽北，都想挑战保时捷，为什么？保时捷长期屹立不倒。所以这里我希望大家呢要理解，我们也许会成功，有更大的可能性会失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会持续战斗，直到最终的胜利。小米创业14年以来，我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我们一直向着梦想的星辰大海在不断前行。在这条路上，我们和所有的追梦者一起创造着最壮丽的时代画卷，不断开拓，不断成长，不断胜利。勇气就是我们给这个时代最好的回应。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演讲和新品发布活动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介绍的新品，可以到小米商城去购买。谢谢大家，拜拜，晚安。